家把歌本往后传就可以了哈。感恩大家，珍惜这幕幕的岁月痕迹，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大家今天坐在这边，有没有很开心呐、啊？有。一个礼拜就期待了这一天哦，两个小时。那早上网络共修呢，导师呢也给我们循循善诱，要我们如法实修。各位，我们这个礼拜有如法实修吗？有。好小声哦，好像很心虚，对吗？好，没关系。就在这此刻呢，我们就告诉自己，每天回去一定要如法实修。那么步骤一二三，弟子规一定是我们的保护伞。那我们一起努力加油。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新朋友，请问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你们太棒了哈！今天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精英会，那么也请你感谢今天带你来的朋友好吗？跟他说一声谢谢，感恩。好，那来到超级生命密码，导师说我们超级生命密码是一本生命之钥，那它可以解开我们千年的迷惑。那么我们所要练习的是什么？爱与感恩。各位，我们过去有没有爱？有没有感恩？没有，或许我们有，但是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位，也不懂得如何爱，更不懂得如何感恩，对吗？会差那一点点，对不对？因为过去没有读《弟子规》以前呢，我们都用自己的标准，那么也造成呢，家里人或者自己都感觉到不是那么的顺遂，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怎么样，以我自己做标准，我们这个我呢，就造成什么？其实有很多的不圆满。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碰到超级生命密码，那我们就得救了哈。我们怀抱着感恩的心，我们来读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精英会，我们来导读导师的书啊。这个封面呢，我们请有没有同学自愿来给我们导读导师的书？好，我们请琼佳帮我们做导读，同时来简介导师。感恩，那我们今天有直播，你可以站起来面对镜头。感恩，面对那个导师午安，还有各位超马家人午安。好，我要导读我们的封面跟第一哈，超级生命密码，一本生命之钥，解开你我千年迷惑，揭开生命的秘密，即得重生乐趣，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生获宇宙丰盛祝福。道出浩瀚星空，殷殷期许，引领拾起宇宙能量，改变生命地图，承运光的祝福，启动生命奇迹。在你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持有本书，能量生命极已圆满，轻松拥有密码之钥，解开所有的难题，浅显易懂，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令你事事如意。作者太阳升的。好，我们翻开到次页。好，作者简介：太阳升德导师，主修电机工程，现旅居美国，自幼习学宗教真理，14岁时由耶教入门，开始几十年的心灵追寻之旅，涉猎包括佛道、鲁耶密。2005年，奇遇恩师弗兰居，开启了灵性管道，超越身心灵疆界的樊篱，使其灵性层次有了突破性的跃升。近年来，致力为人们解惑，提升心灵素质，是位深受敬重与信赖的身心灵咨询导师，在身心灵领域著有多本华文和英文书籍。读者遍布全球，其在世界各地无数次巡回演讲中举办各类主题的培训课程，皆受到广大的回响，无数人因此扭转了命运，获得真实丰盛的人生。目前为天元文化咨询顾问机构负责人，美国催眠师协会认证催眠咨询师，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好，感恩感恩各位。翻到三页，
这边有一个小太阳，还有这一个这一段，老师说你必须拥有并贯通这本书，我想敬邀我们同学大家一起来大声的读好吗？好，你必须拥有并贯通这本书，如果你想今生拥有一片丰富成就，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不再被病所苦，事业工作均能顺利得意，财务自由万事具足，生活富有心想事成，婚姻爱情随时甜蜜，贵人显现难题有解，不再被任何烦恼折腾，远离小人的各种毒害，跳脱任何瓶颈或困窘，自由享受天地之爱，家庭幸福，儿女成器，居住环境四周平安吉祥，邻里友善，社会和谐，世界无灾，天下太平，感恩。好，大家有想要这个全方位的富有吗？有，一定很想。要怎么做？如法实修。好，我们就幸福不求自得。但是我们每天做了几分，给自己打分数。老师说实修实练实证，这个成绩单是由我们自己来验收的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每天呢如法的来实修，自我要求，改革自己哈。那碧珠呢非常感恩宇宙天地，感恩导师。那碧珠在106年的这个元月份呢，我是因为个人的家里的一个变数哈，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呢身心灵是分离的，没有办法交聚的哈，甚至于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就是家人，就是我的媳妇，因为我有时候常常一天可能会讲好几遍相同的话，可是呢当时我不以为然，然后孩子呢都一直提醒我说，妈妈你今天这句话已经讲了好几遍了等等之类的，可是呢我就是非常的认为是这样哈，那整个人是恍恍惚惚的哈，那人生呢真的是导师说的下一秒钟会是什么不知道，那么我的先生呢就是一个无常，他是很健康的无常来报道，谁也没有办法哈，所以我也在那个时候呢就这样子呢就好几个月没有办法，那是一直到4月1号2号的时候去上了导师的课，那么老师正好回来台湾，所以呢我就在4月1号2号之后上了老师的课之后呢，整个人做重新的调整，那么当然刚开始也没有办法很全然的相信哦，但是呢当我做了心法几天以后呢，我发现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平静好多，怎么会是这样呢？那我就开始真的很用心的然后很认真的读《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哈，一遍又一遍的书，我甚至刚开始没办法读书，各位我是用念出来的，我真的是就在坐在床边呢就是这样子念，这样念了念到几天以后好，可以好好睡觉了哈，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在超马呢这一年来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么先调整自己之后呢，我大概半年左右吧，我30几年的头痛也不痛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件一件，不管是健康也好家庭的这样子的圆融度生活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这个改变，那就让我呢觉得说这辈子真的不是只要追求钱，因为我过去上班43年，各位我真的每天只有上班下班然后回来都很晚了，累得半死，那个脸是整张脸是那个扑克牌的脸，那个不开心的脸，那觉得家人看到我会不会开心？不会，那我自己呢也不觉得有什么开心的事，你知道吗，都真的几乎忘了笑，可是我接触超马之后，我开始重新知道，老师说每天早上要照镜子，先对自己微笑。各位你知道吗？刚开始我微笑的时候，我是哭的呢。好，那么大家有多久没有对自己笑了？在座大家有多久没对自己笑？天天笑，是现在入超马之后嘛？哈，那在超马之前绝对没有天天笑嘛？
好，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跟碧珠一样的经验，但是没有关系，就在此刻呢，我们只要每个礼拜来读书会，来精英会，那么我们绝对呢会有不一样哈的这个人生。那么我们先改革自己。我常常都说，过去呢都常常怎么样，我很想改变我的家人，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好想改变我的家人，我家人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各位，不听我的还是我们对吗？不见得，对吗？好，所以当我们看了《弟子规》，我们就重新调整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多事情就顺了？那事实上是谁顺了？是我们改变了，所以家人改变了，而不是因为我们去改变了家人而家人改变。大家这样的逻辑通了吗？好，太阳升的导师呢，他给我们的这个我们超级生命密码这样的一个智慧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一切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好，就是我们在读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深意哦。好，那这个礼拜有没有同学呢非常的开心，有进步成长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呢请今天的同学从上个礼拜练习，就说要站到这个前面来分享，我也邀请大家今天就要勇于站在台前来分享，好吗？好，然后我们请方姿，感恩大家用热烈掌声。老师，各位同学，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下午好，我是方姿。我是要分享我这个礼拜的，我们大家每一天都要做真的老师所教的心法，对不对？对，实修实练，我是慢慢的在做心法的过程中，自己渐渐的感受到能量流的存在。我说能量流就来了哈。我在做心法两个多月的时候，那时候在做忏悔心法的时候，我就看着天空，那天空整个都是蓝色的，我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后来就看到一丝一丝的亮亮的东西。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老师说看到很多很小很小的很纤细的光点，闪闪烁烁的，你要很仔细的看，没有仔细的看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老师说的，老师说书上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你只要入心入灵，你就慢慢的会看到一点点的出来一些啊、哦。然后我就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更融入系统里面，然后就跟着主持人去发书，然后家里做心法更认真的做，然后慢慢的就有改变了。改变然后还要看弟子规了，弟子规你要融入生活里面，更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不像以前那样的看到什么就批评什么，现在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然后念头有时候我们的念头会跑掉啊，可是赶快来网络共修啊，那老师每天在循循善诱，我们要转到他的系统里面了。其实我跑掉很多次都是被老师抓回来的。所以老师在循循善诱开导我们，我们就乖乖的听话嘛。我现在都是很乖很乖哦，你们也跟我一样哦，哦照着老师教的方法去做都不会很难，反正那个都不是很难的啦。然后慢慢的从五个月开始，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了，尤其是我们家的生意从谷底慢慢的往上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礼拜四的时候，我很想要照相，因为可是我太忙了，我很想要把我外面的那个照相照起来，高朋满座。你家做的是做什么？我家是做便当的生意，十年都没有进步，很少超过2000块的，我们都是硬撑，然后房贷也是小孩子在付，保险那些都是小孩子在付，小孩子被我们拖得很辛苦，只有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候慢慢的往上爬了。然后现在尤其是礼拜四的时候，满满的人，高朋满座，坐着没有一个有空位，然后站着等便当的人还有好几个。我看到我在里面，我虽然很忙，可是我真的很想哭，因为这种情形十年都不曾发生过，真的真的是，那也是我们要认真啊，要听话，对不对？对
老师讲的我们都要听话啊，都要认真啊，所以我还是算乖乖宝宝啊。啊，真的能量流太多，有点那个。所以我慢慢的，然后生意变好了，然后我先生的那个脾气也变很稳定了，然后我的心情也变非常的平静。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改变，然后改变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事物。那我客人都说，哎，老板娘是不是前面那家自助餐没有开，你才生意这么好？我说没有啊，我这么可爱，大人都喜欢来我家啊，是不是越来很有自信？我就跟客人说，没有啊，是我很可爱啊，他们才来的啊。我就这样跟他们讲，然后也不会像以前这样子，现在心情变得非常的平静，然后不会老是这样慌慌张张的啊、哦，真的是差很多了，就是乖乖的听话了哈。然后最奇的，然后后面我再跟同学讲一下。我们现在今生可以遇到这么如此功力雄厚的老师，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加油，感恩大家，谢谢。非常感恩方叔的分享，太棒了，乖乖听话就怎么样，丰收哦。那个一定要拍照给我们，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族群，让我们看到你的丰收，好不好？好，祝福你哦。那接下去还有同学要跟我们分享吗？哦，好，素蓉，感恩。太阳圣德老师以及主持人，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午安。午安。弟子规收要90度，我就大概70。来到超马真的很幸福。那我发现最近很多的事情哈，很多人问的问题都一样的。他说来到超马很麻烦呢，工作功课那么多要做，又要看弟子规，又要网络共修，又要精英会，然后又度人，又要发书，又要分享。然后老是录音档，又还有歌曲要唱，好多、哦。那我突然间一个脑波闪过，当我们犯业力的时候，犯这个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很麻烦，要花这个脑筋来犯错，而且还要忏悔，要发愿，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想到，对不对？那来到这超马就是随时要检讨自己，要秒秒感恩，秒秒 GPS 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有就是说，每次我们都会听到有人说，为什么命运那么坎坷？我没有害人啊，我又觉得很奇怪，走到哪里很多人讲这句话。后来我又想要怎么回答我的客人，我就跟客人分享说，像比如说害人，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水平是在哪里，可是比如说我们讲人的是非啊，是不是破坏人的名声，是不是破坏，是不是有个害，对不对？伤害到人的名誉，夫妻吵架啊，骂小孩子，是不是他身心灵都受伤了，受到伤害也是害啊。我说你很厉害耶，修养修得很好，都没有害过人，可是我都害过人耶。我们先讲自己，他会觉得他不好意思，他夫妻时常在吵架，他说他修得很圆满很好，是不是自己？所以在弟子规里面，我们为什么要看，真的是太多的缺点，以前都没有发现到，每个人都我执很重，这个我很大，就想说哎，我就做得很好了，为什么命运那么坎坷？原来我们只有算了加分啊，做志工啦，发书啦，好，比如说那个交通指挥啦，捡垃圾清洁环保的都做很多的志工，讲到捐钱保第一，这个都是功，好像都在讲功德，都是在加分部分。但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讲人是非，抱怨不满生气等等，所有负面的这扣分没有算到，扣的比做的功德还要多。你做的功德只有50分，扣的100分，是不是命运还是坎坷？扣分没有算到。好像我是最近因为要跟我的客人分享，哎，发现他说你这样讲对耶，真的是对，很多人都讲，哎，你这样讲我都没注意到。那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有这种的缺点，只有记好的加分自己在加哈、哦，坏的扣分都没扣，可是天地会帮我们算，对不对？哎，我怎么没回答？这个是我最近悟出来的哈，因为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来到这里，心思会越来越细腻，一直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去突破，如何去解决，然后呢，因果要如何去理解，就是我们不要再一直在造业了，有赶快念头回来，然后赶快忏悔。那过去不圆满的还是一样要忏悔。那来到超级生命密码，改变我生命地图，我2个多月就改变我的失眠，没有吃安眠药，忧郁症、躁郁症、胸闷、头部不舒服，还有呢，血压现在也6个多月按照超级那个健康密码做，现在血压平稳正常，
都没有吃药，就觉得很开心。来到这里，每一个都一直圆满。那我刚才讲的那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过去很多所谓完成的功课，我现在一一的完成。太多太多不圆满的，我一一的去圆满。我也感恩负能量的事件，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同时也感恩之前的法门，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生命密码这个系统，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以前也是老是早上网络公司有讲说念经，以前我们都是照传统就是念经持咒嘛，对不对？可是有效吗？或许别人有效，可能是我自己得知量不够，又没有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说真的，连经典我都看不懂听不懂，因为他们那个好像是印度还是什么那个梵文啊，根本都听不懂。那现在这超码是简单方便浅显易懂易学易做，而且是效果最好速度最快，就是要实修实练，不是空口说白话喊口号，也不是名词，也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修实练得实证，实战型就对了。好，就是我来到超码系统，改变了我家里呢幸福指数整个提升起来，那先生的脾气跟我的脾气个性整个都是慢慢的就是整个都改变了。因为我们要改变别人一定要先改变自己，不是一直在喊要改变要改变命运好，结果自己没有落实还是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所以来到这里接触这个系统以后，只有单行道，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转弯的余地。因为在以前的系统那么多的法门，那么久的时间生活既没改变，健康也没改善，生意也没变好，全部得跌落到谷底。是什么原因？正能量不足，得知量不够了。再来到自己超码系统，很好做的功德，老师说不一定要花钱，那我们发书度人来分享会分享，或者是说你每天都去分享去度人发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超码的最好的功德的做功德的最好加分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像我现在除了做小生意之外，我的工作就是发书度人分享，好像没有其他的嘞。因为超码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晚上睡觉跟着我睡，白天我出门跟着我，你看我那一大包我随时随地都在发，这是我的优点，不是那个双氧水哦，是优点。好，开开玩笑博君一笑也是做好事，开心就也是有功德啊，对不对？行善布施积德，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结好缘，不一定要花钱，对不对？对。好，感恩今天给我机会，感恩谢谢。感恩他你看他是什么简单的相信，然后全然的去做哈、哦、就有了哈、哦、那我们也祝福他越来越幸福喜乐丰盛。好，那接下去呢我要邀请一位哈、哦、在我们众力精英会就是所有的配备的这个付出还有教学呢，他都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协助我们。那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是想安大哥啦哈，我们要一定要感谢他。那么我们先邀请大家呢用热烈掌声先感谢一下想安大哥，非常谢谢他。因为这真的要花时间要有耐心，而且呢他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时间很就是他要上班，当时他还在上班的时候也是很忙碌，还是要到众力来协助我们。那么这一次我听说他八月份开始又要回去职场哈、哦，要去上班了，非常祝福他。但是因为呢这个配备的学习还是要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同学们呢，大家呢自发性的来学习，那么来护持我们的众力精英会哈、哦。那这一点呢想安大哥呢他毋庸置疑就是在帮我们做教学，非常感恩他。那今天呢我也想要请他来跟我们做分享，他来超码之前跟超码之后他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真的看到他真的改变变了一个人了，真的。我们用热烈掌声来请想安大哥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我没有什么，我只是做该做的事而已。那很吴姐跟登登大哥夸赞太大了。那所有中立的精英会家人大家好。好。因为我也是从中立精英会学习很多了哈，那我本人是在桃园精英会，那也会跑芦洲精英会，所以说所有超马家人都给我很多的帮忙，那当然是天地给我最大的帮忙，还有太阳镇的导师。那就像导师今天讲的哈，有一些东西是能量场的问题，还有自己信不信。
我承认我刚接触的时候我还是半信半疑啊，可是到了后半段跟到今年去参加拉斯维加斯，导师给我的礼物太大了哈，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在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千真万确，透过导师很轻松的给我一个能量，那我三十几年没办法解除的戒烟，就导师这么狠，看似轻松简单啊，事实上导师今天讲说有人称他是神仙，我是认为啦，他都有办法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很轻松的把我们就去化解。那我之前曾讲过，我们把他当什么，他就是什么。那我现在把导师是当作我某部分是我把他尊称我是我父亲一样的角色啊。那回过头来，我要讲述一下哈。因为上班这个事情，我有在心得发表，我有忏悔。因为我在去年四月去拉斯维加斯，我就问过导师，我说我想换工作，导师当初就给我讲说随顺因缘，不要急着换。可是四月我回来以后，我自己五月还是职场上的一些考验哈，自己撑不下去，就很冲动的提出辞呈。所以我六月、七月两个月刚好都没有工作。也刚好做专心做操嘛，可是毕竟可能工作习惯了哈，在家里待总是觉得有点空洞，所以说我就急着找一份职工作来做。那当下我就想，我还是以做操嘛为主，那我能有一个收入，可以让我很平稳的，不要再去依靠我的老本跟小朋友。所以在上礼拜我开始真正想说啊，我要找工作，就三天而已啊，三天而已就有公司找我面谈。那里有三个工作，一个工作是一样上班时段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可是我一算每天都这样的话，那我根本没有办法做操嘛，我就不去了。到上应该说这个礼拜一又有一家公司来找我，那他的案长户数很少，因为我做总干事，户数多就忙。之前是335户，那现在这个工作职场只有70户。哦，那70户的话，就是而且它是新的社区，等于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烦恼的啊、哦。那更神奇的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时间是246，啊，一个时段九点到下午六点，135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9点，总干事我知道是没有这样分的啦哈。那他现在这个职场给我分6天，里面有3天是上早班，3天下午班。那因为我一看到目前阶段我的职场工作跟我上精英会的时间有一点颠倒，因为我礼拜二是我们桃园是下午，好，那礼拜四是芦洲是上午，那礼拜六导师共修是上午。我一看，哎，刚好跟我246现在上早班有一点颠倒，我就心里在想，如果我去这个职场能顺利运作一个月，那尽心尽力的做好，那跟委员会沟通一下，刚好换135换早班，246换下午班，那我就真正的可以全然做操嘛，又可以上班。所以我相信我这边的想法，天地跟导师也会听到，我很确信天地会帮我拨转。这个就是我要再一次的讲，超马真的，只要你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那我再讲一个昨天了，我昨天去台北上精英会，完了回来跟美珠姐在桃园花火车站花书，2个多小时，我们把300多本的聊一天都花完，那种能量场，我所以说我就发现哈，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真的天地都会帮我们接引。啊，我昨天我不知道，回家我在录影的时候一直在笑，到昨天晚上9点我录还在笑，后来说不行了，老师一直笑。那一切真的，我只能说了，只要愿意去做的话，哈，天地都会帮我们。那像导师今天强调明天基隆，那我车上现在都是带着一些中心的东西，我明天10点就要去会场布置。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因为我带着中心的东西吧，所以天地导师都跟着我，所以我说这两天心情特别嗨。好，那感恩大家，非常谢谢小安大哥。明天有同学要去基隆的吗？举手啊，真的哎，尽量抽时间去哈，因为我也会去，要去的人12点08分的自强号，我们在中立火车站见。
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说我们去得到什么，其实得到最多的绝对是自己哈。那你说你去共振吗？其实真的就是去共振，好好的享受那个共振的那个爱的能量流，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的哈。只要有心，真的你就可以接收到天地给我们的爱，那个相应哦，绝对是要我们自己愿意去争取。这是碧珠的这个样子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哈。当你相信，就有力量。然后呢，人家说心诚则灵嘛，真的你会觉得哎，很多事情就是哎，怎么哎这样也是顺了，哎那样也过关了。可是当你一下信一下不信的时候，我跟你说，真的那个境就是像你所想的这样嘛，因为一下是信一下不信，所以呢。老师其实很在书里面都不断地跟我们说，只有二分法，要跟不要，没有一下下要，然后一下下又不要哈，所以这样我们的生活境绝对会像我们，面对我们这个实修实练的那个心境哦，你一下要，那当然就是这样子，那可是你全心的就是要，那你的境绝对会不一样哈，我们一起加油。好，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读的这个章节里面。超级生命密码的第九章，好，我们新同学，今天我们是读第九章，那我们要读导读的第九章在第二版是126页，那第三版呢是124页，大家找一下，大家看一下，有找到了吗？好，找到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前面的因为段数没有很长，我们读三段好了。那我们请有同学自愿帮我们导读的吗？好，如果没有哦，红炉姐，好，请你导读。好，可以站起来。感恩。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我是黄茹，谢谢各位。本身学工程的我，平常对各种设备都喜欢研究探讨，所以懂得皮毛比一般人多一点。正因为有这样的长处，在有一年的圣诞假期中，我帮助了一位朋友解决了他家里的一项难题。他们在那段时间里被一个简单的热水器困扰了许久。故事是这样的，那一年的圣诞假期，我和大家一样欢乐地感受着过节的气氛。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参加圣诞派对，当我们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夫妻脸上的神情好像和平时有点差别。本来我猜他们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所以看起来才会有点心神不宁，但最后在闲谈之中找到了背后的原因。原来最近的一个礼拜，他们家里的热水器故障了，而适逢圣诞佳节前后，各个公司行号都特别忙碌。虽然有请一名水电工到家里修理，但这名技工才检查了一下，就说他们最好换一台新的，如果要修理的话，就必须重新订购材料，那要花上7到10个工作天，因为他们那台电热水器的零件不容易订购得到。总之，他们热水器的问题经常是当晚上要准备洗澡时，水温不是非常烫，在一两个人洗完之后就没有热水供应了。这对夫妇为了要给小孩洗热水澡，而又不影响每个人的作息，所以造成心中时常有阴影，总是怕热水器用着又不灵了。若要等到热水器修好，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当我了解情况以后，心中马上的反射想法就是热水器的控温器坏掉了，而把一个控温器坏掉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至于那位水电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说服他们换一台新的热水器，我并不是非常清楚，但我知道去配置控温器的零件应该不难找到，因为在一般的材料行里应该可以买到同一型号却不是原厂生产的控温器，专业上看来用上去也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好，
感恩大家，谢谢。我们请鸿儒帮我们做分享。针对这三段哦，针对这三段，你有什么新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不要针对这个，针对我。好，那其实针对这个导师讲这一个他的朋友的这个家里热水器的事情，其实你去反应回应一下，我们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雷同的事件？或许不见得这个事件，那么 B 柱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稍微整理一下，我给你时间整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家在前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雷同的事情，就是我的儿子呢，其实他是就在用那个一个兔子的篮子，然后他就是一个什么没有绑好，他就请我的媳妇说，你去拿一个什么剪，就是钳子哦，就是把那个钳子就是要拿来把它剪掉这样子，你知道各位那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呢，你知道吗？我媳妇找不到那个钳子，我儿子就很急，就说不赶快，然后说话口气就不好。各位，你知道下一秒钟是什么吗？大声起来了，我真的在那边忏悔耶，我觉得说哦，我真的是，当然这样的劲在我们家这一年来是真的是几乎都没有了。可是你看，在那个当下那一天就来了一个这样的劲，我就在想说哦，原来他们是什么？上两个礼拜开始为了要带孩子出去玩的事情在那边纠结，一个说想要去宜兰吧，一个想说那就去花莲吧，就是还没找到共识。你看就在心里面纠结，各位，那个事情有没有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纠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我执在那边很重哈。那我真的很忏悔，因为我没有把孩子教好，所以他脾气不好。其实我真的听到这样，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说，后来我就跟我的媳妇说，就是事情过了，我就说妈妈真的很对你很抱歉。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他会这样抱，他才告诉我说他们之前为了想要出去玩，所以那个事情还没找到共识，所以他的心里就记着这么件事情，所以就这个事情来怎么样发挥，然后呢就找一直想，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共通点就对了。那我觉得说你看。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可大可小？真的是这样，可以，它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是因为你看没有一个共通点就开始发酵了，然后就是让事情不好的事情就开始蔓延了。所以真的我们在当下要不要很小心，真的就是要很小心。所以我刚刚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家前两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老师有说秒秒要 GPS 要守住我们的这个星光，真的是很重要。今天家人他会这样的反应，其实我们也会怎么样，因为真的是我们绝对有一些习性，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各位也是我的习性，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反求诸己？我觉得每一次导师，尤其早上导师在讲到这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真的不再是口号的哈。每一个劲呢都跟我们绝对有关系，会成为一家人绝对有共同的课题。可是这些课题呢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先调整好，我们怎么调，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去这样子的一个臣服。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哈。那不要说儿子生气跟我们没关系，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就是用妈妈的角度去说，就是口气也不好，现在不敢了，赶快忏悔哦。非常感恩大家，那这是 B 珠的分享。那鸿儒准备好了吗？有跟我们分享吗？感恩，感恩。他在族群有分享那个也很棒啊，你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啊，感恩，谢谢。丰盛的光是观照察觉，观照察觉要时时观照察觉自己的心是什么，在想什么，在思虑来回交替的过程中要察觉其中的信号，当有杂质就必须赶紧过滤，而且还要今日事今日毕，
在当下立刻练到成熟自然的境界，这个真是我们家的写照。那个我跟我老公就是，这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心要去关照了，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吧，不要去怪他。有时候是好好的一件事情，就莫名其妙的就大发雷霆，啊，那我们就好吧，心放柔软一点啊，老公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啊，事情就过掉了。所以说我们什么事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不要把这个不高兴的那个阴影留到明天，今天就赶快把它解决，这样子就可以很圆满。谢谢各位。好，感恩。好，我们接下去再来读下面的两段。那我们呢，下面的两段我想要邀请呢，我们中立精英会的那个创始者，我们想那个登春大哥哦，非常感恩他哦，我们中立有这个缘起的读书会到今天的精英会哦，非常谢谢他呢，真的是无私的付出。那这段时间呢，也他真的是也带领着碧珠还有我们大家呢一起在精英会成长。那接下去的两段，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做导读，同时来请他跟我们做分享，感恩。谢谢胡姐啊，那感恩天地，感恩导师给我这个机会进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来学习哈。那现在我来念这一段。于是我就对这对夫妇友人说：“瞧你们，就因为一台热水器出了问题，就把你们搞得魂不守舍的这个样子，在这个圣诞佳节时分，实在是有点煞风景。而且我相信这件事绝对不像你们请来的那名水电工所描述的那么困难。我也答应了要帮他们维修，隔日一早还在过节的期间，就去帮他们找需要更换的零件，应该很容易就把问题给解决掉。果真在隔天，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同行的控温器，然后在更换之后，热水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不像他们请来的那位技工所说的那么困难。事前与事后，不就是控温器的折腾着人吗？举手之劳，事件因此落幕，而他们原先的心情起伏也归于平静，不会影响到日后的生活品质。反过来想，如果那天我没有参加他们办的圣诞派对，他们还是寄望那名技工去把热水器修好，在每个夜晚时分里还要一直在为这个洗澡水温的问题影响到心情，一天两天问题可能不大。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在那段时间的生活品质一定会受到某些影响，也有可能因为热水的问题引起夫妻间的摩擦，或者与小孩产生的不愉快，大大小小的负面影响都有可能发生。但事情没有发生前，谁也无法想象就这样一件日常小事后面会引发出多少的问题，最后造成令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后果。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在问题发生后才会去想原先的起因，然后发现这是经常不会注意的小事，最后却变成了大事，严重的可能会因此造成了终身的遗憾。世间各位，我们下午的那个精英会的同学，大家下午好。好。好，
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感恩啊、这个精英会的成立哦，来到我们这个新街国小这边，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那个舒适的一个场所啊，大家来学习哦，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是从去年的前年的10月21号，因为接触到这一本《千年之约》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这本书里面谈的都是我的问题呀、啊。所以我就非常的爱上这本书，然后就很快的就找到这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啊。那这本书我拿回来以后3天就把它看完以后，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那个感恩有这个机会，已经快70岁了哦，还能够接触有这个福气接触到这本书啊。因为之前哦，以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嘛，每个人都有他的做法，他的想法，他的思维，通通正能量来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就是帮助到人家，就对人家有利的。如果负能量太多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是伤到人家，都会是会造成很多的那种困扰，让人家烦恼心啊，各方面都会有。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把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的牛脾气改变了。哦，从那一本书看完以后，而且这本书就是时时刻刻我都会拿起来看，只要有心情有什么比较不平静的时候，比较有事情比较烦恼的时候，我都会拿这本书出来看。一看的时候，每一次一翻开来，就是针对你的问题在替你，老师就在里面就在帮你解说这个问题。所以说每一次这本书它是能量非常强的一本书哦。所以今天很多新朋友嘛哦，新朋友因为这本书哦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这本书你要把好好的把它恭敬，把它爱护哦。这本书是能量非常强的一本书，很多人因为晚上睡不着，放在枕头下，他就很好睡的，失眠症就没有了。心情不好，你看这本书，让你的心情所有的疑惑都能够解决啊。所以这本书，哦，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把它那个广传出去，自己得到利益，得到好的时候，得到改变了以后，让你的家庭整个变和谐、变圆满以后，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好的书，把它介绍出去，把《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把它介绍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变得更好，跟你一样变得更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哦。那这个精英会纯粹就是说让大家一起来这边学习，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太阳圣德老师他出了这本书以后，就是要爱这个地球嘛。现在这个人心真的非常的不好哦，整个社会的那个非常的乱，所以说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懂得自己先改变，把像我这个牛脾气改变了以后，整个家庭就比较圆满，跟小孩子的互动，跟夫妻的互动，通通都变好啊，这个人际关系啊，事业各方面都慢慢的都一直在改变当中。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我们在这边一起努力，一起学习，好不好？好，谢谢，感恩。好，感恩。接下去我们再来读两段。那我请我们中立精英会，我们还有我们两位联络人哈、哦，这两位的联络人呢，他的那个平常呢也真的是默默的付出，但是呢今天还是要请他来做导读，跟我们做分享。我们请那个怡静帮我们导读两段，感恩。126，你是第几版？第三。
世间上的事可大可小，就要看我们怎么去拿捏和面对。当然，这里面也牵扯到运气的问题，而运气和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处事的态度以及对事情的判断力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相信这所有的读者，没人希望自己的生命中总是被一些无谓扰人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前途、发展。但我们可以细心地思量一下，为什么在自己尽量避免产生那种结果的情况下，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以每天睁开眼睛后看到身边一些不顺心的小事，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而且最后还演变成令我们觉得难以解决、寝食难安的烦恼。我相信这和个人对事情了解认知的程度有多少、人生观倾向于哪一个方向、天生的人格习性左右着处事态度等等的原因，都可能影响到自己是不是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比如说朋友或夫妇之间闹了别扭，有些人生气一会儿就会慢慢的释怀，生活并不会被这些不开心的事影响很深。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是有福之人，因为这些人在生气时，原本看似相当大的问题，他们可以慢慢透过心境的调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有些人，他们一旦动怒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就非得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为在他们心中总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彻底做个了断，心里就会一直不舒服。所以很多时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情，后来却被渲染成天大的事情，最后当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时，就会变成人生里的某些遗憾。好，感恩。感恩。请一静分享。感恩。哦，我分享刚刚前面这段哈，在最前面的那个热水器坏掉的问题哦，这在我们家，如果是发生在我们家啦，我们直接就会就像那个业务员啊去我们家讲说，哦，你这个可能要换新的，我们直接就会换新的，因为我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现在进来超马以后，就真的发觉就是我们欠了节俭这个节操哦，还有就是欠了细观察，然后就会把好好的东西，其实你换一个小钱，换一个小零件，这个东西它就延续它的功能就可以了。可是在我们家，因为我们真的杂事太多，然后观念也不对，总是觉得说钱能解决的事就是小事，花个小钱就好了，然后换新的很简单啊，旧的就不要了，就回收了。你看以前瓦偷贼哈，然后你看看就这个好像我在讲话，哎，这好像是现世报呢。你那么浪费哦，这可以生着浪费，对不对？这是浪费。然后好好的东西，你动个工就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你就把它作废掉。以前我们常做这种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当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进来超马以后，原来就是这样啦、啊。很多很多我们不该犯的小错，那个叫什么？小错误啦。我们认为是小错误，可是事实上很多一个小点它会衍生，然后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嘛，那我们如果说观念不对，这些观念，这一个观念不对，那一个观念可能就连贯着。所以我们现在进来超马，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自我反省。然后就像说关于这个问题啦，我再讲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家前几天，我老公他买一包东西回来，拿回来东西不是塑胶袋，然后店家不是会把那个袋口就把它绑起来吗？他因为提到家里的时候就变成已经紧紧的，对不对？那要打开要拿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啊，就变成很紧的，就松不开了，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哎，老公，你赶快把东西给我，来不及了哈。
结果你知道吗？他弄，再剪到直接把咔嚓就把它剪掉了。我说，啊，那不是你不是有教我一个方法，说这样转，然后就松掉了吗？他就很生气，他说我哪有那个闲工夫了啊？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有看那个《德香女人花》，我懂得说，哎，他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照往常发生这种状况，一定是他心里有事，他有碰到某些困难。那如果是以前，我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没耐心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会噼里啪啦就这样出去的。现在不是，我就问他说你有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后面他心情平静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啊，社团的怎样啊，我也学会说我只听不要答腔，因为他不要我的答案，他只要我当倾听者，我就觉得这样任务就很圆满了。这也是要感谢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给我这个法宝，谢谢各位。非常感恩怡静的分享，那只要圆融啊，家庭就圆满哦。先生其实不要我们太多的什么，老师有教我们要做德香女人啊，所以就要当下就要做抉择智慧哈、哦。好，那接下去呢，我们请那个桂圆有来吗？桂圆，哦好，那请桂圆帮我们导读下面的两段，同时分享感恩。好，谢谢，感恩宇宙，感恩天地，感恩导师。中立基金会的家人大家下午好。好，那我来导读这一段哈。世间的事可大可小，我们必须先将自己归类在哪一种，遇到任何事情都愿意敞开心胸，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人群里。如此一来，就像是给自己买一个保险锁，你不会因为哪一天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把事情搞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和自己沟通的过程中，就要把自身的资料库先整理好，并对任何事的调节度上将情况调到最好的认知。等到事情真的来临了，在你无法用肉眼做判断的情况下，自身的反射动作和思想，还有和事件发生有关的促进值和参考值，都会因为原先的准备和调节，将影响和伤害调到最低。一旦你认同了这个道理，它就像是个隐形的约章，在你的身体心灵里默默地执行。所以聪明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当境界来临时，我们的身心灵承受值要有信心，给自己一个正面的力量，去执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基本心态和动作。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经常的和自己做这方面的沟通，你就会越来越达到一个完美的设置，自己也比较容易过上好的生活。但有些人却不以认同，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岁月里，总是那么容易的发生吵吵闹闹的问题，或者一些无谓的烦恼不约而同揽在他们身上，而且问题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常常都是一发不可收拾。而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一天比一天好，事实上这些希望的决定权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和心里，千万不要矛盾其中，然后方向变得越来越模糊，产生了很多原来不需要走的冤枉路，给自己带来无谓的损失，以及许多不可弥补的沧桑和浩劫。感恩，好，感恩，请分享。我今天比较慢到哦，其实我今天早上11点多在家里听着网路共修课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很平静，就是我就听到突然间在我们家门口这样两部车子这样砰一声很大声，然后我也想说对啊，我们圆环就常常发生车祸，结果再看清楚一点是我先生，哇、哦、我真的是，然后看到对方在对面车道上躺在那地上，我想啊这下完了，躺着，然后我先生是瞬间就跳起来，然后他走过来啊、哦，然后我就赶快跑出去，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说对方是从他屁股，就是那个右边那个排气管那边撞到他。我说
我说你就不要在中间等，你应该到边边去等。他说不是啊，他从圆环过来一直看后视镜，就觉得说我先生靠左边他就闪左边，我先生靠右边他就等，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刹车，就好像有一点那种神志不清，不知道喝酒还是，可是后来酒测是没有。哇，我真的是被他吓死了，然后赶快报警，然后打给我的里长，然后后来对方有起来，哦，就吓一跳，看到我先生光头，对方也光头，然后就说你们这两个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就是量一量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就把车子牵到隔壁那个机车店去估，然后我就发现警察一直在跟他不知道讲什么，就说叫他车子修一修，然后包个小红包。其实我真的没有这样想，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要先确认，就是双方哈都是没有什么大碍，然后其他的哈车子什么我们自己修都没有关系。结果后来对方就先到警察局去做笔录，然后因为我们家里有监视器嘛，警察就在我们家调监视器来看。后来因为平常也很少看啊，可能密码又弄不好啦，后来他们就说没关系啦，先把车子牵去隔壁看估多少哈，等一下在警察局就把它解决了。然后我想也对了哈，然后就把车子牵过去。后来警察就把对方先载到警察局去，那我就叫我先生说，那你要骑车还是我载你去？他说不要啦，就走路过去，没有很远。结果他回来已经12点多，我说那到底怎样？他说对方是通缉犯。哇，我说我的天，原来他吸毒了，难怪他这样谎神。然后对方是通缉犯，他说他昨天去查还没被通缉，可能前天人家发布，今天一难怪他在当下人家一直问他什么身份证字啊什么，他说不知啦，没记啦，然后他都是这样讲。结果他自己当下就讲啊，我昨天查都没记，今天会通缉，就马上就被上脚铐就上起来。后来我先生就说，我说好了，今天大家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对方也没有怎么样，虽然是对方的错，可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今天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然后我先生可能是稍微挫伤，就赶快给他冰敷这些。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还正听着老师的网路更休克呢，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那个，真的是有时想无时。我们就是说要尽量就是说去转念啊，要不然如果以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可是我当下真的很镇定，所以就觉得说我们来今天来到超马哈，真的要实修实练。谢谢，我分享。好的，这段真的超感动的。我们超马家人就是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们就真的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做？如法实修啊。有些这些业力啊现前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的功德与否，那就是靠我们平常的实修实练才得以平安嘛。我们也祝福那个桂圆，我们超马家人真的很棒哦。碰到事情呢，可以呢从容哈，不会像以前可能就超级的紧张这样子，那对事情也没有帮助哈。那我们再谢谢他的分享，太棒了哈。那接着呢，我请那个桃园我们那个水莲大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共振一下哈，因为他早上来网络共修呢，他今天下午就坐在这边呢，我觉得太棒了。因为呢他进入超马一段时间呢，我也看着他的改变哦，那今天呢他也留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共振哦，非常难得，所以我们来请这个水莲大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好，感恩大家哦。世间上的事可大可小，中间转化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任何事情简单化和自然化，不要有太多的复杂思想，先把事情定位，然后下结论。很多时候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烦人，但事实上只要能找到一个正确、简单和自然的解决之道，这些问题就不会再像幽灵一样一直跟着你，扰乱了你的正常生活。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便秘的问题，严重的人会因为便秘让自己的身体产生许多其他的病变，尤其是在长期借助药物下依赖性的去处理自己的便秘问题。而在众多结果中显示，还是用自然简单的方式对症下药才是自己的福气。其实便秘就是世间的事可大可小的最好印证，因为只要一天两天便秘的问题没解决，
就会导致后面无数个岁月里每天都有遭受便秘折磨的阴影，影响着身体和心理的健全发展。然而当我们了解便秘最基本的解决前提就是摄取足够的水分和纤维素，并在受到便秘之苦的同时问自己是否正常的摄取这两样东西，如果哪方面有所不足就要赶快补强，自身能改善的地方就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简单的方式尽快完成，如果是水分摄取不足就要迅速有恒的补足，纤维素不足就是要借着多吃蔬菜或其他的管道去补足。感恩。请水源大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我们亲爱的大众的导师，各位中立基金会的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换到这个新的教室，我是来参加第二次哦。虽然这个地方没有冷气，但是感觉非常好，真的感觉非常好哈、哦。因为这个地方啊，光线又充足，然后这个风呢，啊，我们旁边都是树木呢，那风这样子自然风啊，这个是非常啊。好的一个场所哈啊，能跟大家一起共振呢啊，感觉非常开心哈啊。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因素哈，来这个地方开车来，我住在南坎哈啊，其实我开到这边呢，大概20分钟就到了，很近，其实比桃园还近哈啊。还有一点就是啊，不用停车费。好哦，如果你现在看了，如果说今天早上从10点停到下午4点多哈、哦，我在桃园的话，可能要花200块的停车费，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省下来了，非常感恩。那我是在这个今年的3月份哦，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啊，接触到这个千年之约啊，跟这个疗愈权利的部分呢啊，那是我太太拿到的哈、哦，那是我太太拿到。那拿到之后，他就看得非常好了。那他就叫我赶快去买那个我们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哈、哦。那我要跑到那个诺贝尔书局去买哈、哦，结果真买不到，真的在外面说还买不到。后来我就在网络上去购买，一次买了3本。我想说你买那么多本干嘛？他说自己要看，然后还要分享给别人哈、哦。结果他没进来，是我进来哈、哦。这个缘分的有时候是很难说哈、哦。那我看了之后，哎。其实我当初会进来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疗愈权利里面有看到一句话哦，这句话还对我来讲印象蛮深刻的。他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不晓得这个先来的朋友有没有相信因果的一个问题哈、哦。那事实上我在之前的另外一个系统里面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有谈到我们叫做灵性哈、哦。那我们在我们的疗愈权利里面有谈到一个叫做这个灵魂的记忆体，灵魂的记忆体就是在我们胃后方一团气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很确信，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有前世今生。我想我们常常在讲说，哎，这个人有天分，什么叫天分？天分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前辈子他可能有某方面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个带到这辈子来，那我想来超马这个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那我想。我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家庭的一个境哈、哦、的一个改变，事实上我的脾气也不好，脾气也不好，我老婆都说我像一头牛一样，像一头牛一样哈、哦，那台湾有句话咧讲哈，低调来你打底部，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自己家里哈、哦，那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脾气的关系呢，然后会去惹自己的老婆这样子或者让她生气。那以前我一直常常觉得说是他的问题，以前我一直常常觉得是他的问题，你不来惹我，其实我也不会去惹你，以前是真的就是这样讲，就是我执太重哈、哦。那我想进来超马之后，我不断的去做调整。那我上个礼拜在桃园也有去谈到，那有很多个同学，他确实真的在超马真的非常好哈、哦，很多同学他都会关心，一起关心，后来发现到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好、哦，那我讲，我不断的在修正。那以前可能一个月可能几乎一个礼拜可能会吵2次，那现在很少，但一个月大概吵1次到2次。那今天我那个袁军这个同学在跟我说，哎，那这个如果万一这个在跟老婆吵架的时候怎么样？深呼吸啊，深呼吸啊，这个劲呢就会改。这第一个改变。那再来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而且他虽然他没有监督到抄嘛，他也没有看我送给他的书，但是我想我在家里放那个《弟子规》的时候啊，事实上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听到，多多少少，哎，整个家里的那个磁场是改变的。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跟我们那个小安大哥一样哦，那烟龄也很久哦，烟龄很久，也大概有30年哦。那也在这个进入超马之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哦，我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烟把它戒掉了。所以这个戒烟，来想戒烟的人啊，可以请他来超马哈。嘿，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感谢胡姐，感谢各位家人，感谢感恩。哇，太棒了哈！其实呢，很多的坏习惯是因为我们做了心法，其实呢就慢慢的调整了。尤其看了《弟子规》，你会发现哇，原来我最记得哈，我之前有一段就是在还没有进入超马之前，因为我们家先生他也是抽烟哈，喝酒。可是呢，总是会有个理由，因为我上班，我的工作单位要应酬，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哈。那可是呢，就是在我好像就是在还没有进入超马之前啊，有一次就是那个证严法师他就有在讲，就是讲抽烟喝酒的事，他就说我们人啊，真的是那个就是意志啊很薄弱，就是我们呢都没有那支香烟的意志力这么强。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刚看完，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再走回去听的。他说，其实香烟跟那个酒是摆在那边，对不对？可是他有叫我们来抽它吗？有叫我们来喝它吗？没有嘛。可是为什么是我们被他拖着走，说要去抽它，要去喝它？真的是这样哎。可是我发现，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坏的、不好的坏习气的因子哈。可是我们会找很多的借口跟理由来说，我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快乐，我才会如何如何。可是当我们不断的做心法，让一直去看这个《弟子规》的时候，老师说这些都是我们得的保护伞。那不得的保护伞，那因为我们有开始累积了止漏了，那开始止漏是不是开始就会有存了？所以你的意志力会怎么样？就比较坚定一点了。所以对于这些不好的，其实你就不敢沾。然后就像我们以前会讲。我最记得以前我常常讲，就是我回去娘家，如果说我今天跟我先生有一点什么状况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表情会不对？可是呢，你就开始怎样，涂口红，化一点妆，因为回去呢，不要让父母亲知道我们两个有什么事这样。可是各位有没有可能父母亲会不知道？我都会觉得我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亲担心有没有我们两个吵嘴或者我们两个干嘛这样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回来家里，我妈电话就来了。你们两个今天有事，各位，我们的善意的谎言或者表面功夫都有做到了，对不对？但是父母亲为什么会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进入超马以后，真的深深的忏悔。我觉得说，我们都自以为是，有没有自以为我都做的防备功夫做得很好，然后我没让我的父母亲担心？可是相由心生，导师早上才讲过，我的面相整个是僵住的，有没有？然后跟先生因为吵架有没有好好的互动？一定互动的不好，对不对？可是呢，要在父母亲面前要装着我们两个互动的很好没事，可是那个是卡卡的，有没有以前这么自然？没有吵架以前是很自然，对不对？可是当你吵了架，就是那个气还没过的时候，你想那个会自然吗？绝对不自然。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有超马多好，就这么简单。可是过去呢无法理解，因为那个我卡在那边，你知道吗？就一直觉得面子啦、我啦这些外在比我内心更重要。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的内在是比外在更重要的。好，大家真的是有了超马，就发现说，原来我要找到真正的真我，我不是要那个假我，那个假我会怎么样？让我们受累耶。好，我原来可以直线到的地方，可能我要周折很多很多的弯弯曲曲，可能还不见得可以到达我们要的喜乐丰盛哦。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加油，感恩大家。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幸福跟着来。那新朋友今天早上今天有拿到幸福跟着来吗？如果没有，我们前面有幸福跟着来。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我们新同学再说明一次哈，各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这边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或者是说今天我们要读幸福跟着来，那么我们的书，那都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呢
他呢因为读《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获益之后呢，他印了这些结缘书跟我们这个精英会的同学们来结缘的哈，来送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哈，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资源啊，好好的呢把这个书呢带回去呢，把它字字句句的啃进去呢，变成什么？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法宝哦，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们今天来读，我们翻开第65页，我们今天读1至25。一念之转，心境就此灿烂。这个地方，我们有同学自愿帮我们做导读的吗？来，我们请丽婉帮我们做导读好了。嘿，丽婉，好，请你帮我们做导读，感恩。一念之间，心境就此灿烂。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不能供孩子上他喜欢的大学。为此，我和先生非常懊恼和沮丧，总觉得对不起孩子。后来，女儿主动放弃了这个学校，选择一个学费较低的学校就读。女儿的懂事更让我们心痛。为此，我也纠结了半年多，该怎么走出来？太阳上的导师解答，如果从这个角度想，确实会让人感到悲凉和伤心。此时你只要一转念，就柳暗花明了。首先你要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人，女儿主动放弃，说明她是十分懂事的女孩，会体谅父母，能承担责任，女儿有能力去做去好的大学，代表她有很好的资质。你拥有一个懂事又有能力的孩子，应该庆幸与感恩。如此幸福却不去体会，让自己陷入愧疚和自责中，实在不明智，而且辜负你，减轻自己。父母负担的一份心意，其次要肯定孩子的能力，真诚祝福他未来宏图大展。他已尽力培养女儿，如果一再沉溺于自我憋怨中，不会给孩子任何帮助，只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阻碍他的发展。这就是转念的重要所在。一念之间，心境就此灿烂。谢谢。好，感恩。我们请丽婉跟我们做分享。感恩。我这次讲是转念的重要。你只要把他本来想说他的他感到很伤心哈，就是说他好像没办法让他去读这个学校哈。可是他现在因为这件事情，他女儿哈主动放弃哈。然后让他感觉他，哎，这个女儿非常懂事，能体谅父母哈，又承担责任，所以他这个转，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他就感觉，哎，他这个女孩，这个女儿非常的窝心哈。然后他感觉他又有一个那个能力的孩子哈，他就不会让，哎，就不会。因为让自己陷入那个愧疚和自责中哈，实在是不明智。了解自己是不明智的哈，应该就从他女儿哈懂事这一方面去跟他想哈，就感觉我们的女儿很乖很好哈，很有智慧哈。好，谢谢。感恩。一晚，请问你有抽牌卡吗？今天？有。好，那你牌卡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抽到什么牌卡？要三个都讲还是几个？对，你抽到什么牌卡，跟我们分享就好了。晒太阳，他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到室外去晒太阳，哈、哦，这样会感觉心情变好，哈、哦，让心情有一个转变，哈、哦，让有时这个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有时是因为大环境磁场的牵引。造成的哈，
就是让自己脱离出来，哦，去那个另外一个想法，这样。还有绝不计较，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哈，就是不要太计较，也不要辜负别人哈，啊，不要计较，相信天地真理哈，啊，尽心去做哈，这样就好事连连，就不会在那，好事连连哈，就不会再遥遥无期哈。心越是真心，越是单纯越好哈，会感觉到其中的丰盛哈。还有要有勇气改变哈，他的想要改变就要穷则变，变则通哈，时刻为自己下一秒钟哈的成就努力，不要一边抱怨现况，不要一边抱着年轻气不放，然后让自己过得不快乐，浪费自己的那个不知不觉哈，就耗掉自己的人生。就是要有改变的勇气。好，谢谢。好，感恩。要有改变的勇气，每个人都需要这样。我们也祝福力婉继续加油。生活境要改变，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哈。我们自己要努力，比别人更努力，那么才不会变成好像我们永远都是什么受害者的那种心态。那你永远都没有了无出奇哦。好，感恩。那我们接下去1至26，我们请啊。那个丽玲帮我们做导读，好，感恩。敬爱的导师您好，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午安。午安。我现在念的是1至26，最亲却最难的爱。读者提问：人人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我却觉得父母把我养大，只是为了向我索取。他们找到一切理由来向我索取金钱、物质，在我事业陷入谷底的那几年，父母却一直骂我愚蠢、没本事，才被朋友骗，害得他们也不能再过宽裕的生活。我很痛苦，父母给了我生命，按理说我该感激，但我却觉得很难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爱，仿佛我只是他们生活的靠山。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折磨我，该怎么办呢？太阳镇的导师解答：人们总是对亲情抱持着美好的期待，但很多亲属关系并不理想，实质原因就是因果的累积造就你们今天的因缘。每一个亲人朋友都不是无缘由出现，彼此的因缘都可能从命盘中找到源头。今生和父母相处的好与坏，必须往前找答案。你目前承受精神和经济双重痛苦，也许是你们曾经纠结所致，正在偿还前世的债。当你能够发自真心领悟此一逻辑，就不会再受困扰。如不能领悟，一心只想到追根究底，恐怕还会再经历更多痛苦与挣扎。对于他们的索取，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不要计较太多，满足他们就是了，当作是填补因果的不圆满。当你尽力之后还是不能达到父母的要求时，千万不要自责，不要因为父母的埋怨就方寸大乱。舒适的相处与沟通是智慧的体现，可以借修为提升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设置一个圆满底线。当父母跨越了底线，就要调整这种状态，以保证今生以借由智慧尽力圆满。修炼自己的心境，提升智慧都要趁早，付出时少些怨气，得到时少些得意，才能为圆满的人生打好基础。好，感恩，请那个丽玲帮我们做分享，感恩。我想分享的是哦，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 LINE， 它上面讲说，有修养的人会原谅还有疼惜父母的不足。因为像我父母啊，我爸爸是山东人，他从大陆逃难的时候国小三年级就逃难，就必须坐船从大陆逃到这边，他也只有读到国小三年级。那我妈是国小毕业，他们那时候也是在台湾，也是常常上课上到国小上到一半就要去防空演习，所以他们即便读了国小毕业，可是也只是背景啊那些的，当然
在我们，因为他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他们赚的钱其实以他们那种学历赚的钱应该是很少的，但是他们就是想办法提供我们三个孩子都读到大学研究所，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尽可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是觉得像我读了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很感动，因为我的父母在这么不足的状况下他还是一直圆满我们，所以我是很感恩。所以我看了这个一至二十六的时候，我会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命盘不同嘛，那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就是前世如果没有姻缘是不会成为一家人的，那可能就一些业力大家来挑，那我想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要用智慧去化解。那像这个部分老师也说了，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尽量给，然后要给的甘愿，甘愿做欢喜受，如果你给了不甘愿，你自己心里又起了憎恨心，然后造成你每天都不开心，你每天都在那边打转。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把那刚才我们学的那个事情可大可小，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智慧转念，转了以后你的人生就很光明。那父母如果有做的过分的地方，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画一个底线，然后跟他们沟通，我想这样子还是有办法圆满。而且因为前世的债嘛，今生本来就是要甘愿还，所以就是当我们智慧提升的时候，我们还的就会有技巧，就是有方法，然后我想来世一定会更好这样子。然后感恩，好，感恩，不止来世会更好，这一世就能够圆满，多好哈！因为这一世老师有说啊，提醒我们哦，这一世不圆满，你说来世会多好？这个与否哈，就是真的是那个见仁见智，然后所以我们不见得说要等到来世哈。我们希望在因为有了超码，我们今世就可以圆满，累生累世到今世哈，也能够让因为我们的努力跟用功、真心诚意，那么我们做到了，那将来我们的未来会怎么算？会怎么打算盘啊？其实就是天地在帮我们拨转，帮我们打算盘，那我们只要真心诚意的去实修实做就可以了哈。好，感恩莅临的分享。那接下去我想要邀请帝文，帝文可以帮我们分享吗？今天所读的这些哈，你可以做一个连结，这一周你有什么，这两周啦，因为你上一周没有来哈，他是放暑假，那他最近也很发心哦，帮忙做了许多就是我们发书的前面背书的工作哈。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因为认真，然后有什么样的生活圆满境。好，感恩，感恩大家，感恩导师，感恩超马所有的家人，大家好，我是帝文，蛮久没有来了，可是今天在读的时候，读到最感触比较深的是这个最亲却最难的爱，这让我想到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可能工作还有经济状况比较好一些，所以我公婆就是也是对我们就会要求比较多，然后常常也是有点就像这样就会一直要求我们要给钱啊，要求我们要买什么，就是会要求的很多。那刚结婚那几年我觉得我都很不能释怀，因为觉得为什么我先生的哥哥可能状况不好，然后他们就支应他们所有的一切，帮他们养小孩，帮他们付家里所有的钱，然后我们自己在外面打拼，自己靠自己，然后却一直要跟我们要钱，然后一直去填补我大伯的那一块洞，然后就很不能平衡，然后就觉得说一直要一直要，好像无底洞永远要不完这样子。那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慢慢的在调整也在修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对啊，就是有能力嘛，那我们就自己多付出一点。那其实当很甘愿的付出之后，就发现其实也还好，我们还是日子过得下去，然后也没有这么的不舒服的感觉。之后慢慢的反而变，我公婆自己也会慢慢会松手，觉得说哎，好像在我们这边要太多，他们也慢慢会不好意思，也不太敢再继续这样子一直要了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也真的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我如果心态可以转念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并没有这么的严重，那么的糟糕。这是我今天的题目，谢谢大家。感恩，好真诚的分享。
这样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哈！真的，这个就是老师说的转念，然后呢可以去营造，因为转念你才能够去营造。可是我们之前可能呢连转念都不会转，硬邦邦的有没有？所以呢你更别想说我们要营造。所以来精英会有没有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哈！我们听到同学的分享，也可以让我们呢可以照见到自己的不足，那么我们可以去做调整哦。好，那我们再给同学两个同学的分享。好好，请琼娇跟我们做分享，感恩。那个导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各位家人 好，我做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有点后知后觉，就是因为我们住大楼嘛，好，那我们家的有两个浴室，前面的浴室就是叫做公共管道间，那后面的浴室是就是大概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就是我们楼上的厕所它会漏，就是会渗水，然后它渗下来就是会沿着那个水管，然后滴到我们家的天花板，天花板它就会从墙壁渗下来，然后我只要每一次踩进我们家的后面的厕所，就会觉得当当啊，我就觉得这样很不舒爽，就会觉得不是很喜欢，然后就是一开始因为漏水，我就跟我们的楼上的这个邻居说，然后他就说会吗？他自己也有下来我们家看啊，确实就是漏水。好，然后他也找了水电来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有找水电修了。好，那我想就相信他，那时候我都还没有进操嘛，对。然后去年就是有一阵子他会有阵子又没有，好，到去年又漏水，然后我就后来跟他儿子说你们楼上的厕所会一直漏水下来，然后他儿子就说啊，不然我们把他们后面的那个可能开关水关掉，然后关掉就有一阵子真的没漏，然后最近不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就是邻居有人很好相处，有人不是很好相处，然后就能够他可能就是属于其中某一类哈，对，然后最近啊他就忽然自己来跟我说，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找了水电，就是可能刚好也因缘到，他就找了一个还不可能他参加什么救护队认识的，然后就主动说哎，来我们家要看他们家漏水，我就说可是因为他们最近前阵子他都把开关关掉，我说那个水电就跟他说啊，不然你们家楼上就先开了那个水然后观察，好，那我就大概应该快一个月，我就拍了从没有漏水然后到中间有漏水就拍给他，然后他就贴给那个水电工，然后中间他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会去修，因为他前两年就跟我说他修过了啊，我就说其实我心里想如果你真的修过怎么会漏水，可是他要说他要坚持他要修，那我就都没有讲什么，然后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因为匆匆忙忙，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家那个楼上那个厕所已经有请人就是做那个防水，就是他把地那个地砖打掉重新做防水，那我就心里想你不是跟我两年前说你就有做这样的处理吗，那我心里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隔了一两年，那我就在心里想说因为以前如果像这种修的就是他会跟我们楼上楼下分摊那个费用，我告诉你他这一次都没有讲，那我就非常非常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因为刚好读到刚刚第七章那件事，我就觉得想起来还觉得蛮神奇的，因为很多我们邻居的印象他是不会可能是不会做这样改变的，对，那无形中他帮我把这个漏水的事情解决了，那目前他是没有跟我说要我跟他分摊，我在想应该是不会的，对，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小小的改变无所求，然后一点点的收获觉得很满足，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感恩四季季24小时在家里放着绝对是惊喜连连，好，碧珠家里也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经验，我们家有摆着两年的那个列表机，真的是当时我们要结束公司的时候就有带回去过，但是呢又后来儿子又拿去用，就这样子来来回回，那就是在那边停顿了，那后来要用的时候就说故障了不能用，那小慧就说那如果要丢掉要好可惜，那就包着吧，反正以后要用再说这样，那但是测试了好几次都不会动啊，那又舍不得丢掉你知道吗，就这样包着就摆了两年，
那这就是我入超马之后呢，不是开始就是可能要列印一些表单啊，或者这些的时候，比如一开始我们读书会的表，这个报名表签到表这些的时候，就想说好，总不能又要去那个印啊，这样要印好几张又要花很多钱，那就想说那就把那台列表机拿出来试试看啊，结果真的试了一整天都不能用。后来我就跟小慧说，我说小慧，我说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女儿，小慧是我女儿，她说哎，不是说感恩事迹去同学都分享感恩事迹，那是去年的事了嘛，她说感恩事迹这么神奇，那我说我们虽然唱啊念啊，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就是我们来贴那个感恩事迹去贴在那个列表机上面好不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女儿怎么说，她就说妈你不要太迷信好不好，我说不知道嘛，试看看，反正现在要丢掉又舍不得丢，那我们就在测试嘛，因为你已经换了，你也换了那个什么都换了，比如说什么他讲的几个那个重点我是不太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什么水啊，什么那个石头啊，什么都用了，他都已经搞了半天多了嘛，他就说还是不行，那这样真的就要买一台了，那是我就说我们试看看好了，你知道我贴一张，然后我还一直在前面一直感恩诗句一直唱，然后贴一张，我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觉得这个范围还蛮广的，来贴三张好了其实一张就有效，可是到时候这就是因为刚超好像去年九月的事哦，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贴啊，因为我也觉得说有那个美感，我就想说一张粉红色的，然后就是两边又是那个绿色版的那种，我觉得哎好像感觉有美感这样子。哎，我跟大家说哈，这真的不是开，这不是在讲什么神奇还是什么是迷信，我跟你说我们就这样贴着，然后我真的在那边唱了二十几分钟，然后呢你知道小慧就出去了嘛，结果她大概半个小时多回来，她就说妈好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没自信，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一次机会，我真的就在那边唱，她就说好我现在启动了，我告诉你现在还在我们家用到现在真的这个就是什么相信就有力量，但是他真的有没有修的，他绝对是有修的，但是呢我觉得天地就是看我们习物嘛，因为真的我们就要丢掉的东西，可是他真的现在就在我们家很耐操，哎，我现在很多这个资料我要一列印我都还在列印，而且我们都用那个墨水，都去买那个副厂的墨水也很便宜，有没有，真的好好用哦，所以大家要试看看相信就是有那个神奇的作用力，因为我们真诚的感恩物物有情，当一个毛细孔都有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哎，其实只要我们真心真意，导师的法就是这么的简单，就可以让我们真心诚意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就真的会惊喜连连哦。以上也是B珠的一个插曲哦，这是我们家真实的事件哦，所以感恩。好，那这样子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读书会呢，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精英会就即将结束哦，那后面那个时钟是那个错误的啦，因为它是坏掉的哦，那非常感恩宇宙天地呢，感恩导师，那么感恩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家人呢都这么用心的跟我们一起共振哦，非常的感恩，今天能量满满，那么我们来唱一遍的感恩四句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精英会。